正是所谓日久见人心，那叶耀华真是无情无义又无耻，而表少爷在小姐昏睡的这几天一直守在小姐身旁，几乎是不吃不睡呢。是啊，丽群这几天真够有心的了。谢谢你，表哥。快别这么说。你渴了，饿了吧？想吃什么？我叫厨房为你准备去。谢谢表哥，我不饿，不渴，我只是……我心好痛啊，妈。妈，我心好痛啊！别难过，别难过啊！就当它是一阵风，风一走，天地万物的心情也该平静了。忘了它，忘了它啊！我怎么能忘得了？我怎能忘得了啊？我好恨呐，妈！我好恨呐，佩云，佩云，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出这口怨气的。我会让叶耀华和方如涵倾家荡产，让他们进监狱坐牢去。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教唆人把我打伤之后，竟然编了一套故事，想加嘴于苏州河畔的瘪三党徒。就在昨日，巡捕房的人带着我和方如涵前去认人，你知道吗？就叫我给当场戳破了他们的谎言。你能确定不是他们吗？不是，绝对不是他们三个。就是他们三个打了你还叫你绑走的呀？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他们三个。如果真要是他们三个，我还会不指认吗？是啊，没这个道理啊。对啊，我们冤枉的。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咱们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诬陷我们嘛？可真的是他们三个，就是你们三个。哎，为什么不承认？真的是他们三个呀。哎，可是人家否认了，连被害人都说不是了，我们还能听你的吗？啊？可是，别可是了，我要告他们，我要告他们唆使人伤害我，我一定要让他们倾家荡产，我要让他们进监狱坐牢，我一定要替你出这口怨气。能不能不告他们？你再怎么说，叶耀华他终究救过我，我与他不想也不该因爱转恨，就让一切随风散去吧。爱也好，情也好，恨也好，怨也好，都让它散了吧，好让我与他再无瓜葛。对，爱不成，也不要反目成仇。好吧，既然佩云都这么说了，我就饶了他们，就怕佩云他真的能忘了叶耀华吗？我不再与他见面，我会忘了他的。痛久了，也终会麻木的。别再难过了，
爸爸妈妈陪你出国散散心。时间呢是最好的健忘剂，不久之后一切自会烟消云散，忘了他，忘了他。妈，妈，我好难过呀。我知道，我知道。老爷，是叶耀华，他要求我们通报太太，让他见小姐一面。这些天一连来了好多回了。告诉太太了吗？大伙谨记老爷的吩咐，没人敢让宅里知道。见他撵走，否则报警，告他骚扰。是。伯父，求你让我跟佩韵见一面，求你让我跟佩韵见一面。我跟他有误会，我要当面跟他把误会解释清楚。你还想见佩韵？啊？你想害死他呀？你是不是真想害死他呀？我，你这个混账！哼，伯父，伯父，老爷，伯父，哎，走吧走吧，小姐吩咐了。不见你，绝不见你，你走吧，啊，走吧。现在宅里上上下下都把你当仇人看，你可别自讨没趣儿。走吧，走吧，走吧。我这里有封信，信里面我把误会详说了，麻烦你亲手交给你们家小姐，她看了就会明白。好，我亲自把信交给我们小姐。哎呀，你快走吧，别让我们为难。啊，那麻烦你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好，好，好，你放心吧。啊，去吧，去吧，走吧，走啊。
小蝶，不可以对耀华叔叔这么没礼貌。耀华叔叔最近怎么了？怪里怪气的。哎，别胡说，耀华叔叔最近心情不好，不要烦他啊。耀华，怎么了？糟了，我忘记给车子添油了。那怎么办？我上学会不会迟到？爸爸呢？怎么敢去医院做治疗？啊，我没关系，我真的没关系。爸，我会迟到的。我背你。耀华兄，耀华兄，你把我放下来！哎呀，听到没有？你把我放下来吧！哎，快点把我放下来，我求求你了！耀华兄，哎呀，你快点把我放下来吧！这里离医院很远，我会把你累垮的。我今天就不去医院了，我不去了，你放下我行吗？不成啊！你一定得去做康复，一定要去。耀华，我求求你，你把我放下来吧！叔叔，看你都流汗了，我帮你擦一擦。来，停一停，停一停，我帮你擦一擦。没关系，我帮你擦一擦。谢谢您，耀华叔叔。走！哎，走！跟你说了，不在。你让我进去看看。走啊！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你！你看什么看？走啊！走！日前，我在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时候，听医生护士谈起了佩云。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您说？听他们说。他们说，佩云和他表哥在国外定亲了。你说什么？佩云和莫莉雄定亲了？你先别急啊！我也只是耳闻，是真是假，我也无法确定。耀华，这件事情还没有证实，你别慌啊。不会的，佩云说过，我们今生都会在一起。他说过，与我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他说过，与我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可这件事情还有待证实，你先冷静一下。我去问木家。哎，耀华，你不是才从木家回来吗？我。穆老师回来了！穆老师今天要回国了。Thank you.
老爷回来了。嗯。老爷回来了。老爷。老爷。太太。哎。家里一切都好吧？那好，都好。好嘞。下去。佩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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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佩云。哎，怎么回事？走，怎么回事？这里走的嘛，让开，又来了，走。佩云，哥们儿，佩云，你别叫，叫什么叫？你别走，走。佩云，快走，你听我说，佩云，你，佩云，佩云，站住，站住，别慌，把他放开。是。好久不见了，这段时间你还好吗？这是我们回国前让人先行应妥的结婚喜帖，里边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倒是欢迎你来观礼。啊，对了，这场婚礼新娘是佩云。
好几天没见到耀华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自从佩云回国后，他就没有上咱们家了。该不会是病了吧？嗯，我也是这么担心。哎，要不我去他家看看，我想他如果不在家的话，应该会在暮云山庄的。我快去快回。啊，我是不想让你太累了。好，去吧。真替你高兴，你终于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对，你们这就叫做门当户对。我应该祝福你们，我一定祝福你。祝福你们。原来满天星斗是这样沉落的，霎时天这么黑，缘尽情灭竟是千刀万剐，一刀刀地割我这么深。我原将整整一生要与你纠葛白首，你却这般的误会我。裴云，该是苍天作弄，让我俩必须以啜泣为悲极，以痛苦为病底。而今你就要属于另一个男人了，我只能诚挚地祝福你，你要乖乖的当人家的好妻子。我会把你娇字细细的折叠保藏在我心底，从今而后人将以你为旦夕，醒来是你，梦里是你，醒来是你，梦里是你。怎么会这样呢？不可以，不可以。耀华和佩云是这么相爱，他们不能这样分手。我不能让佩云因误会而嫁给别人，我要去阻止这场婚礼。
不要，佩云。怎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走呢？我得陪他，他生前怕黑，我得陪着他。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蝶，我本该忍着悲痛活着照顾小蝶，但我却害得他最心爱的小提琴也因我而失去了。这叫我如何不愧疚，这叫我如何还能再活着拖累他？拜托你了，耀华兄，拜托你了，无理的请求，求你帮我夫妻照顾小蝶，欠你的万般恩情，我夫妻来世做牛做马还报了。对不住，真是万分的对不住，请你原谅，也希望小蝶能够原谅我这个自私的爸爸，就将小蝶托付你了，拜托你了，拜托了。叶耀华带着邹平为夫妇的女儿邹小蝶离开了他的故乡茶山村及亲手搭建的伤心地暮云山庄。叶耀华他知道自己心里依然深深地爱着佩云，他也知道佩云是爱他的，但是这也许就是命运吧，他一定要忘记佩云，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把他忘记。邹平为夫妇的恩爱之情深深地感动了耀华，他们的相继去世使叶耀华没有任何理由不答应照顾邹小蝶，他默默地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让小蝶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成长。这几斤茶不比往日的平常，这是叶先生改良过的茶种，
用叶先生研究出的肥料秘方栽培的，而且还仅仅种植在叶先生私有的那一小块经过他土壤改良过的茶园里，产量极少，非常之难得。哎，这还是头一回采收，特地拿来孝敬穆老板和太太的。嗯，馨香扑鼻。哎，小姐，好，满口干香，真是好茶呀。嗯，清香甘美无比，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茶。村长，你说的叶先生是哪位叶先生？就是叶耀华，叶先生啊。我一定要培植出全国第一的好茶，然后将它命名为爱云茶。爱云茶，爱云就是我爱佩云的意思。真俗，俗不可耐，不好。秦贵率真，我觉得挺好，就这么决定了。我爱佩云。叶耀华受邹老师遗言所托，决定好好栽培邹小蝶，因此带着他离开了茶山村。临走前，托我帮他照顾房子和他母亲以及邹老师夫妇的坟，同时让我依照他指导的方法继续培育他的茶园。非常好啊，高雅含蓄，音色明净。哎，你已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我没东西好再教你了。哪里，该向老师学习的还多着呢。干脆咱俩都别谦虚了，就说咱俩是名师出高徒吧。我呀，真要好好谢谢老师这么多年来的教导，但是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老师才好。哎，这容易啊，你只要夺下明年的全国琴赛大奖，这就是给老师我最好的礼物了。嗯，我一定会努力的。好，那在我出国期间你得多加强练习啊，不能偷懒。嗯嗯。哦，今晚音乐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宴会，哎，你同老师一起出席。明年那场大比赛的评审人员应该也都会出席这个宴会，让大家先认识认识你，对你日后或许有
加分的效果啊。这恐怕不成。嗯，谢谢老师的美意，但是今天晚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什么事情比这事更重要啊？跟男朋友约会。你这可恶的小丫头，竟然敢这样吓叔叔！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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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今天是我生日。嗯，今晚呢，我请客，亲自下厨，用你买的米，用你买的菜，请你吃一顿。哦，用我买的米，嗯，用我买的菜，然后叫做你请客。请客嘛，贵在有心。米是你的米，菜是你的菜，可是啊，情在我，心在我，下厨的又是我，当然算是我请客了。嗯，好像有一点道理啊。那当然，叔叔向来教导我，做人呐，一定要讲道理，我都句句谨记在心呢。